你这是什么情况？你小姑，你要撞死我是怎么着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！你干嘛呢？干嘛？这刹车啊！什么叫我要是不急刹车撞了人，你负责任。哎，妈，喂，小西啊，我是妈妈。哎，小西啊，你呀，劝劝乞讨。你说这孩子吧，三天两头晚上他不回家，哎呀，我担心死了。他一不回来吧，我这提心吊胆的，我非得等他回来，我才能睡着觉。哎呀，你就睡你的觉呗，干嘛非得要等他回来呀？这孩子吧，特犟，他也不听劝，他就听你的。你给他打个电话，你说说他啊。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只有我才能教训教训他啊！哎，不要命了你！不是小姑，我说你要撞死我是怎么着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！你干嘛呢？开不是干嘛？急刹车！什么叫我？我要是不急刹车撞了人，你负责任呀、啊！哎，你少跟他说呢！干脆你干嘛在路上玩滑板啊？我玩滑板干你什么事？真是！哎，追尾负全部责任，赔钱。哎，追尾有几种情况啊？甭管这么简单情况，你现在追尾了，你现在就是追尾，你追尾了你就负全责，你俩亲戚吧，你俩亲戚吧，甭说滑板就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甭说滑板的事了，你就赔钱就行了，追尾赔钱吧，要不然报警，报警，报警就报警，哎，那边有个警察吗？哎，来了，来的正好，来警察叔叔，警察叔叔你来评评理，哎，追尾，看你看追尾负全责，对吧？这小子玩滑板在路上。他突然刹车，我这刹不住了。你刹车，他俩是亲戚，你甭亲戚不亲戚，他就是您评评理，依我看是你们俩的责任，回交警大队。哎呀，这么小的事儿就不用回交警，不用了吧？交警大队呀，你现在就给评个理，是你们的责任。凭什么是我们两个的责任？我们责任呢？真的，我头一次真是他的车追在我身上，完了之后就我们责任。你归评吗？真是警察叔叔，你要这跟我回交警大队吧。啊，警察叔叔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还倒霉啊？快走吧你。没事吧，小郭？哎，我绑着呢。都是你干的好事儿！我头一次听说自己家的车被追尾了，怎么着还得我倒赔钱呀？我凭什么呀？我小郭这怨得着我吗？怨你！行了行了，好，消消气儿，小郭，坐，喝咖啡去吧。咖什么咖呀？没心情咖啡了，咖啡。这是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说你一天到晚不好好认真工作，成天到晚三更半夜回家的。你说你除了玩滑板，你还会干嘛？你能不能少让家里面人操点心呢？我说小郭，你管的也太宽了，是不是？我干什么了？我不就玩滑板吗？除此以外我干什么了啊？我给家里惹什么祸了吗？还是怎么着的？是是是，你没惹祸啊，但是你知不知道奶奶？奶奶每天晚上她都等到你回来之后她才能睡觉。哎呦，这么大年纪了啊，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成天到晚三更半夜睡觉，你说对她身体能好吗？行，小姑，我错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你保证，我每天以后我11点之前回家。少跟我废话，行不行？真的，梁锦涛，你现在都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点，多为家庭考虑考虑，有点责任心，对不对？我希望我今后看到的这个梁锦涛是一个能踏踏实实工作、好好过日子、少让家里面人操心的男子汉。行，小顾，我谨遵您的旨意，好不好？我一定按您指示的方向，我发展，我努力，可以了吧？行了吧？气死我了！行。我今儿再信你一回啊！好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给我说到做到。你要是做不到，小时候小姑怎么收拾你，你别忘了你。还有一句话我没说完，真的梁启涛，你要再这么不上进的话，媳妇儿你都娶不到。走了。有你这样小姑吗？起来、哎！你干什么？你吓唬我还是怎么着的？吓唬我不是吓唬你，自己这样试试看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。不是你慢点啊，你别再撞人。我怎么烫这么一小姑呢啊？中午跟我去见个客户，吃个饭。我不去。你凭什么不去啊？啊，这是工作。银行经理请我吃饭，这回要是谈成了，业绩归你，去不去？哎呦，我都跟您说多少遍了，小西。李总监，你们好啊！当然了，
我们俩从来都是那么好。倩倩，那个银行客户要请老总吃饭啊，你陪他一块儿去，我有事儿。谢谢。不是那个。那我，你穿的这是什么？还谈生意，谈鬼吧！我说两句啊，哎呀，今天能把赵总以及各位老总请到这儿来，那真是给我李俊面子呀！我特别的高兴，也感到特别的荣幸。哎，赵总，来，我恭恭敬敬的单独敬您一杯，好不好？哎，李董啊，这美女这杯子里怎么是饮料啊？这个？哎，对呀，李总，这不行。是这样，是这样。那个，今天呀，我们俩是开车来的。我这一喝酒就不能开车了，他得送我呀。现在查酒驾查的多严呢。哎呀，没事儿啊，有代驾呀，现在。对呀，对，司机拖着。赵总，这样，咱们这刷司机拖着呢。啊，找代驾找司机麻烦，算了。你小姑娘，你就不让她喝了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呀，我舍命陪君子，我老爷们儿陪老爷们儿啊！我这样，我喝白的，行不行？我六口，行不行？六口，好，六口，好，爽快！服务员，给上六个杯子。哎，别别别，等会儿，姑娘。对，你好几杯啊，六个呀！赵总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一气儿喝六杯吗？这个，我跟您说的就是六个。我一口喝六杯，我都挺着出去了，我就。我看这酒要是喝不顺呢，这事儿也别谈了，没什么多大意义。对呀，对，这酒喝不好。别介呀，赵总，咱不能说因为这一杯酒这事儿就不谈了呀，你说是不是？就是。他酒力不行，我来呀。哦。白酒上。我先干为敬了啊！好，爽！第二杯，这个有点魄力啊！好，厉害，厉害，有点魄力。这是我们公司的女侠呀，这啊，有魄力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喝！哎呀，我们齐齐可是喝了三杯了啊！哎，我说哥几个，咱们也别愣着呀！对，好，别来。来，哎，你们哥儿六杯啊！哎，一杯，二杯，一行，走你！好嘞，倒上，来，你这来，赵总，干，干，行，小姐啊，你真爽快，就凭你这喝酒，我就知道你这样性子直，人长得也漂亮，对，代表你们公司的形象，你们公司真是啊。强将手下无弱兵。对，今儿啊，哎，可真是喝爽了。喝了，今儿咱不冲别的，就冲你这人，我这单子就签到你这儿了。谢谢赵总。来，敬你杯，来。哎，你闭嘴。谢谢赵总。哎呀，梁小姐啊，嗯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以后啊，不论是公事私事，只要我能帮上忙的，你一招呼，我是随叫随到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啊！不是，赵总，赵总，哎，赵总，搞乱了。我知道你今天没喝够，我再敬您一杯，好不好？哎，美女，来，喝呀，别闲着。喝一杯，你也满上。谢，
西西。哎呀，你把门开开，让我照顾照顾你。哎呦，你说你干嘛喝那么多酒啊？谁逼你了？你说，你说一个姑娘家家的，喝那么多酒干嘛呀？一个姑娘那得矜持。你说你妈怎么教育你的？你说我，今儿我不喝你喝呀？啊，我不喝咱们这单子能签下来啊？啊，说的废话。哎呀，西西，嗯，你看，哎，你喝了点酒。还真有点千娇百媚的意思。我涂你脸上了。哎，西西，你干嘛去啊？准备回家。我扶着你啊。哎，放手！你以为我喝了点酒，你这……我没说完呢。那你等我把话说完，说说说说说说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去找那赵总了？我找那赵总干嘛呀？别以为我没看见，还给你名片了。哎呦，还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不用掩饰啊。那名片后面是不是写着他的房间号码呢？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呀？你看，合着现在你们男人都喜欢这么干，是不是？早就把他看透了，小儿科。哼，你到底去不去？我能去找他吗？我。哎，西西，西西。哎，我知道你最爱的人是我。真吐了啊！好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。别看我人在老大家盯着大孙子，可对我那几个儿女们的事儿，我也时刻挂念着，都是我的心头肉啊。每天让他们早请示晚汇报，那是必须的。这一天呢，我突然接到我老同学的电话，约我到承德去参加同学聚会，我高兴极了。可就在去承德的车上，发生了意外的事情。阿姨，带上东西啊。哎，谢谢您啊。哎，再见啊。哎，再见。慢点开车啊。哎，注意安全啊！来，您的票。哎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慢走。走。出来啊，咱们哥俩回去吧，啊，走吧，啊，哎，你刚才飞车了，走吧，你放开我，放，站开，你们慢点，救命，救我，回去，住手，住手，住手，干什么，干什么，光天化日下强抢民女啊，这我老婆你管不着，是吗？不是，他骗人，你骗人你，收费员，他俩买票了吗？没买票，有票吗？没有，没买票，下去。别嚷嚷！别再闹，我打电话报警了啊！先生，带孩子就跑去，什么停车？赶紧停车！下车！停车！停车！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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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！你们等！你们等着！我等。这种不安定因素就得给他驱逐出去，不然在车上威胁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哪儿的？赶紧过来，接我们俩。我们俩是让人给轰下来了。你这个大老爷们儿，你说你怎么不管呢？这多危险呀！我现在心里还扑通扑通的呢。哎呦，你这大老爷们儿能这样？谢谢您了，谢谢大家。坐好了，坐着。啊，哎，好。哎，好，坐好了啊。孩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
吓坏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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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爬啊，孩子，你走了一路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陈雪。哦，那我就叫你雪儿。行。哎呀，孩子，你说刚才的事儿多危险呢。这回跑不了了吧？跟我们哥俩回北京吧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你怎么又跟过来了呢？老太太，这事儿跟您没关系。要说有关系，他就有关系。哎，这是我奶奶啊。好，你奶奶。是这么回事儿，这小姑娘从家里可跑了好几天了，他们家人特别着急，都委托我们哥俩啊，把她给找回来。家务事，反正是这样。我孙女走到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，我跟定了。行，乐意跟着就跟着呗，走着吧。